赚钱百分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我们在今天为朋友们带来和翁杰忠翁教授一块儿进行的赚钱百分百，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翁杰忠翁教授是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圣汤马斯大学经济和金融系系主任，同时也是卡伦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另外他还是 CFA。 那个时候看到 CFA 想，哎， CPA 吗？不不不，还要再高好几级呢。这个是金控师啊，金控师，也曾经是金控师协会的这个会长。我们在今天呢，会继续和翁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块讨论，来了解在国际金融方面、这个经济方面未来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看啊？相信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节目之后我们会有很多重要的正面讯息由翁杰忠翁教授为大家做分析，欢迎一块收听。Hello， 翁教授早。哎 ，Pamela 早，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哈、啊，久违了，久违了，又一个月了哈、啊。哎，又一个月，时间过很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已经这个暑假也要跟着来了，这个对呀、啊。呀呀呀！现在时间过很快，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月大家来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哈、啊，我觉得这个安排蛮好的哈、啊，因为每天甚至于每个礼拜可能有点点这个过于密集，过于紧张，所以这个放松心情的一个月来检视一次哈、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哦。是，哎，我想请问一下翁教授啊，我们今天新闻已经看到，昨天这个叶伦啊，现任的财政部长说，哎呀，他认错了，他说以前解读错误啊，现在总统的做法才是对的。Fed 现在的这一个做法呢，这个调息升息呢是对抗通货膨胀，那么他认错了以后，那不晓得这以。我们现在的 Fed 的主席会不会在明年后年他们也要认错呢？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啊、我们这个鲍尔不是就之前也讲了嘛，对不对？他以为是就是说暂时性的嘛，我们这个通胀嘛，所以那现在哇，那个我前几天去 Austin 在郊区，哎，油价就已经破了$5了，所以这是对一般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今天也在讲，就是说油价啦、能源价钱啦、这个prescription drugs 啊这些东西啊，他们这几个他们是会优先考虑要把这个价钱拉下来的。当然我想这个选举快来了嘛，是，对不对？十月的这个其中选举之前，我想他们一定要有所表现嘛，哈。是，但是呢，总归来看就是说。五月份呢，我们今天6月1号嘛，哎，刚好6月1号嘛，对不对？对。哎，今天股市还不错了哈，今天就目前看起来。目前，我们希望它能够持续下去，不要等到了我们等到中午的时候，一看早盘，哎呦，开头不错，然后又开始掉下来。对，其实要持续下去，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才刚刚给大家一个希望，怎么马上又要拉回现实呢？我们要比较务实一点嘛。对不对？我们要看，就是说，现在目前市场上看起来没有太多的触媒让它往上用力的往上走。现在升息，接下来我们再看，可能再调两码，对不对？就是六月份再调两码，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嘛。通胀也一直没有下来嘛，现在已经到了8%了嘛。再加上就是说，联邦今天中央银行今天开始也要开始缩表了嘛。他们的$9 trillion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开始要缩表，也就是说，这个对整个市场跟整个美国的经济来讲，money supply 又要减少了嘛，所以所有看起来都不是利多，我不要讲说一定是利空了，要往上走，怕要有振奋人心的大消息嘛。那就像俄乌的这个战争，我讲说他们的这个冲突到现在好像还不是很快可以看到尽头，所以呢，我们要等到这些所有的因素都慢慢的沉淀消化之后，股市是会马上再往回冲的，可这需要时间，所以 Pamela 你一定要有耐心，
现在这个 patience 是最重要的了。朋友们，大家要有耐心。不，我瞧瞧，不是光我，大伙要有耐心啊。对，大家都要有耐心，真的急不得了。因为你要短期，小朋友来说，哎，今天不错啊，道琼好像也要涨个两三百点了、哦、那个 futures 看起来。可是这个东西能够继续持续一直这样往上走到年底嘛？其实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哈。对，但是拨云见日是一定要到的。可是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对等俄乌的冲突结束，哪一天它结束，我们就开始算42天，看42天之后是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结束之后开始 recover 之后。有历史以来嘛，平均大概42到45天的 trading days 哈、啊、，trading days， 礼拜六、礼拜天不算了啊。所以我们等这个第一个俄乌战争，第二个我们等这个通胀把它拉下来。其实中央银行现在做的这些动作，也对经济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好的，因为你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没有办法去消化一个8%的通胀率的一个经济环境嘛，所以它3号一定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啊，我们就是开药吧，对不对？用各种不同的这个配药，让这个通胀呢能够从8到7到6慢慢降下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说，中央银行不要太 aggressive、太 radical 的那种动作，就突然之间，那怕病人会受不了。所以呢，要如何把这个8%慢慢拉回成2%，用什么方法？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目前看起来。中央银行跟包括耶伦财政部长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急，我们感觉上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急、啊、不是他光他们急吧，我们全部人都在急、啊、大家都对，所以这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市场非常的焦虑不安？你看从年初的，你看 SP500 将近4800点，跌到现在只有4100多，4200、啊、反正跌了大概15%了。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涨就有跌嘛，所以也不需要太大的解读啦，因为很多人会说，哇，你看看这个已经跌了15%，哦 ，Nasdaq 更惨嘛，对不对？20几，可是，在去年一年涨28%，前年一年涨21%、22%的时候，没有人在 complain 嘛，会没有人 complain 说，哎呀，一年怎么涨那么高？就是我的投资组合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钱？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全盘的长期的一个眼光来看你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像今年的跌到了15%，其实呢，用一个心平气和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了，但这是前提了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明年最迟后年啊，大不了3年一定要回到你之前的点，然后接下来会更高。所以就是说，看你个人的投资的规划设在哪一个点。那总之呢，以过去的3年吧，甚至于5年来看的话呢，今年的目前呢跌的15%，是其实远远的被过去的4、5年的这个涨幅早就消化掉了，所以你不需要太过恐慌。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通胀最后一定要下来的，调息最后一定要停的，它不可能无限制的调息。然后俄乌的冲突 eventually 是要有一个结果的，然后呢 COVID-19 最后它是要尘埃落定的，所以这些都是大利多，但是目前都还没发生的，但是一定要发生的。现在的问题是，就像刚才温教授讲了半天，你说的都是对这些够 patient， 对，比 patient，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可以看到它一样一样发生的时间点会从也许2个礼拜之后、2个月之后，或者说42天之后第43天开始。但是呢，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而且中间有可能还有变数，这种 patient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有些底子啊，才能够 last 下去、啊、否则的话完全没有错，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挂了。对，就是底气要足哈。所以我们不是一直也强调，就是说这个要有所谓的这个以备不急之需的这个 emergency fund 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最起码保存这个3到6个月哈，你的所谓的 annual expense 的这些钱在那边嘛。但就是说，贝玛刚刚说的完全没错，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点俄乌的冲突会结束，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点这个通胀就是说真正的达到就是说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讲就是说以理论来说啦，是2%啦。
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的真的算起来也是一个新经济，因为你看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这种 pandemic 连续三年，所以这是一个 new economy。 那其实新经济来说的话，应该受益最大的、哦、总体来看、啊、受益最大应该就是科技股。可是你看今年的科技股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跌了20%几了，所以当大家讲说像这个巴菲特常讲说啊，市场跌我就买，市场跌更多我就买更多、啊、是他的名言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这些科技股接下来下半年或者说2023甚至于2024会不会回来，然后甚至于会更高，这个当然没有人有答案，但是看起来从有历史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好像应该是这么走嘛。那也就是说，如果以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方式的话，科技股已经跌了20%几了。总的来说了哈，你看 Amazon 啦、什么 Facebook 这些 Google， 总的来说的话，包括 Apple， 你看都已经跌到140了嘛哈，从180。嗯哼。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只要能够现在这个科技股回到之前的点，那就是20%几的回收嘞。那科技股会不会回到10%点？一定会嘛，一定会的嘛，只是时间的问题嘛。那到底是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个月？不知道。如果说是半年就回到之前点，表示你的投资报酬率半年就是20%几嘛。如果是一年啊，回到了之前的点，那表示你一年的投资报酬率是20%几，也不错嘛。可是在这个点，大家就是没有所谓的没有 patience， 没有信心，然后呢，可能有点市场是非常焦虑的，大家都在焦虑。嗯哼，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这几个一定要把它排除掉，就是说对于市场这种混沌不清的焦虑感要把它排除掉。那第二个就是说要有心，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因为投资嘛，我们说投资嘛、就是投资嘛，就是所谓的长期嘛，不是什么今天进去明天出来，或者上午买下午卖嘛，我们是在投资嘛，不是在做短线的操作嘛。所以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应该蛮可以蛮宽心的啦。我很多朋友周边的朋友也在问啊，哎呀，这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要对啊对啊对啊？赶快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啊？指点一下。那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因为其实五月还不错嘛，对不对？五月份好像SP500跟道琼都也涨了4%-5%嘛，哈、哦。嗯哼。当然，整体的整年还是负的了哈。但是五月份看起来还不错，所以大家有在讨论啊，哎，这是到底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抄底了？是不是开始要 rebound， 要重新开始反弹了？嗯哼，我们刚刚聊了嘛，目前看不到任何一个因素去支持那个讲法嘛，是，我们看不到嘛，所以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一般的市场观察就是说，这种几率并不是很高嘛，那会不会继续往下跌？有可能嘛，而且可能性还蛮大的嘛。那会不会进入经济衰退 recession？ 有可能吗？那我们要怎么看呢？都有可能的话，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经济衰退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对吗？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只是说，你连续两季的 GDP 是 negative growth。嗯哼，那基本上呢，经济衰退之后呢，自然再来的是什么？就是 expansion 的嘛，就是相对的，就是说成长了嘛。是，所以呢。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看法就是一般的看法就是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经济衰退的话，是2023了，嗯，是2023的年初了，才有可能才会受到、才会看到。对对对，才会看到，因为现在、其实以整体来看哈、美国的整体的经济面来看，我们就是说最后还是经济面来挂帅嘛哈、嗯，美国整体经济面来看的话。它的就业率、哦、或者说它所谓的 unemployment rate 是非常低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是就业市场是非常蓬勃的。第二个，公司的 earnings 盈余其实在这些几个我们刚刚讲的 negative 的因素之前都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嗯哼，就我们讲的联邦在缩表之前啊，中央银行缩表之前，所以这个涨利率之前，俄乌战争之前，这些东西之前，其实所有的 earnings 都是很漂亮的。其实我们今天都也看到几个大公司，像那个 Salesforce 吧，他们今天一天是涨了9%。那这公司算是一个指标之一啊，指标的公司之一。那也是他们因为他们的 earnings 所谓的赚钱已经超过了这个华尔街的预期嘛。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经济挂帅，就是说美国这些公司
到底有没有赚钱，会不会赚钱，其实答案应该是相当肯定的。只是说再讲一次，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情况缩表升息降低 stimulus package， 基本上就是做当年2021年2020年的相反的动作，所以呢在钱的部分呢，在紧缩的银根的情况之下呢，经济这个受到影响。但是这个 earnings 一旦这些东西都尘埃落定之后，是要重是会重新再回到这个之前2020、2021这种点的。嗯哼，所以讲到讲那么多，基本上裴马还是一个字呢 ，patient。patient， 朋友们 ，patient， 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有这个耐性，不过呢还要有耐力。要有耐力的情形下，那就是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金钱方面啊，财产方面要能够耐下去，必须要有一些准备才行。我们拉回2020年3月嘛，啊，有点类似的这种味道，就是说2020年3月 pandemic 刚开始的时候，股市是噼里啪啦也是一样跌了30%嘛，是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也觉得说啊，这个世界若末日了，哇，这股市要崩盘了，哇，到时候要跌到零点了。其实事实并不然嘛，它一路从这个一转身之后，这个牛这个牛身一转，哇，连续这个从2020年3月一直冲到这个去年的12月嘛。嗯哼。所以呢，当我们不是说这一次呢会复制2020年3月那一个场景，但是呢，在投资甚特别是长期投资的这种环境哈，我们一般来说很希望常常是借重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来看以后可能的发展，所以呢以过去种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目前的10%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correction 哈，嗯，没有什么需要太过于恐慌的。因为我们现在最怕就是当大家恐慌之后呢，大家抛售，那大家抛售之后呢，价钱就跌，当价钱跌了之后呢，大家更恐慌，然后更恐慌之后，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所以这东西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真的市场不好，或者说经济面差，而是自己把自己吓死了，自己把自己吓死，自己让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损失了。呀，所以就是说，要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long term perspective 吧。然后呢，对，然后对这个市场就是说，要有信心，就是 long term 来讲，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太没有耐心。OK， 有听众刚才送进来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温教授，在现在黄金已经这个超级啊，这个往上涨，我记得以前还是900多块钱或者是800多块钱，千八了嘛，对不对？现在已经是超级了，还在想说这个黄金还值不值得一般的就是我们自己了，一般大众。把黄金作为一个投资，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这个如果以整个投资组合来看的话，未尝不可啊。就是说，假如说我把黄金放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譬如说5%、10%啊，吧，甚至于20%好了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是不鼓励就是说任何单一资产超过20%啊，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啊。譬如说，假如说你在Salesforce 上班好，假设来讲，那么你的 401k 你的投资各方面希望不要超过你的20%的投资组合。那同样的讲到黄金的话，就是说未尝不可啊，因为在这个经济超级不稳定的环境的情况之下，黄金是一个还算不错的避险的工具嘛，一个很好的一个 hedging tool 嘛。OK， 所以呢最近也已经猛涨到好像超过1800了嘛，对，其实是可以考虑了。不过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大家要比较要认真思考，就是说当你在投资黄金的时候，它是没有现金流入的这种情况提供的啊。比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公寓买房子，它有房租进来；如果你买股票，它有股利进来；如果你买债券，它有所谓的利息进来。如果你买 CD， 它有固定的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利息进来。那买黄金来说的话呢，它纯粹就是供需的一个决定了它的价钱嘛，它没有所谓的提供所谓的现金流嘛。所以当买黄金的时候，要把这一点列入考虑了，就是说它不会提供你的现金流 cash inflow。那对某些如果需要就是说固定的收入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
那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比较吃力一点，就是说在处理这个现金的部分。所以这个是要买黄金的朋友们，如果要转，要有多方考虑投资管道，或者是说这一个资产方面啊，投资的这个项目的话，这个产品的话，这刚才翁教授做的分析，也是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节目大概还有一分多钟啊，我想最后我想请教一下翁教授，哎，我们能不能请教一下这个？金控师以前我们特别谈到过嘛，你也谈过金控师的这主要的他的 feel， 他的这一个领域。我想问一下，这金控师在现在这种经济这么动荡，尤其有那么多不同的影响因素，今天讲这样，明天可能另外新的因素出来 ，Monkeypox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泛滥成为。要世卫 WHO 也要注重变成另外一种传染，那么金控师在这种情形下他发挥的作用在哪里？其实最主要就是把这些数据吧，资讯吧，把它整合嘛，然后来做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分析吧。就像好像说联邦啊，不联邦，我们中央银行升息，那以整个来看，你说我们当然是不希望看到升息嘛，因为升息基本上，你的利率增加之后，你的利息跟你要付的 payment 就增加嘛，然后公司的这个 earnings 就会减少嘛，所以这是一个 data， 这是一个资料嘛。可是每一个人解读这个资料，这个 data 不同嘛，解读的看法不同嘛。像其实就是说，以长期来看的话，这是势在必行的，你一定要升息，甚至于就是两码，甚至于三码。好，然后呢，希望能够把通胀压下来嘛，因为通胀压下来之后，对经济才是 overall 是一个好的一个助力嘛。可是像这种东西呢，同样一个数据，同样一个资料，可能有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呢，可能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升息绝对是坏的，赶快卖吧，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可是呢，你要从短期、中期、长期的角度去看，或者说它对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或比较小。所以呢，有怎么讲，就是说飞马来刚刚说 CFA 或者不止 CFA 啦，任何的分析师都一样，就是说怎么样呢有效的把这些可以拿到的资料跟数据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分析跟看法。 OK， 那 CFA 基本上呢，就是说像我记得很清楚了齁，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2007年08年那一次我们那个月的节目，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有在投票嘛，就是说应不应该救这个华尔街，救这些大公司嘛，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financial crisis， 那个时候那个参众两院在投票嘛，就是有一个七百个 billion 的那个紧急纾困金嘛。是，那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一般的投票结果都是说不赞成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为救这些肥牛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就看了一下那个 CFA 他们这个 organization 所有他们投票的结果是，他们的看法是说，现在不是在救华尔街，不是在救这些肥牛，是在救整个经济跟整个 Main Street 的这些大侠。所以呢，事实上他们的赞成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将近80%几。那后来呢，其实两天后再投票呢，是通过了。所以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数据。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跟很多不同的这个结论。OK， 好，所以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呢再度和翁杰忠翁教授带给大家赚钱百分百啊。今天是6月1号，我们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仍然还会继续和翁教授做下一次的分析。希望这一个月呢，朋友们 be patient。耐心要耐心啊，稳住，就像翁教授以前常讲，砸稳我们的马步，稳住啊，我们要稳住。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下个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更好更振奋的讯息，更振奋的消息带给大家。今天也在这里谢谢翁教授的参与，和翁教授相约，翁教授我们下个月空中继续讨论，谢谢您，谢谢，下次见，好，拜拜。